喂，爸，我想买个车，现在手里还差个3万块，那你手里有呗，那你给我转我卡里吧。你谁呀？那我肯定是业余呀，那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啦，这不是我的电话号码吗？我女儿可告诉过我，现在手机号码和声音都能作假，凡是涉及到钱的都不能轻易相信。对，这就是我以前跟你说的嘛，没问题啊。你看我这段时间就是工作太忙了，我也没回家，也没有给你打电话，就难道我声音就听不出来了吗？那你说你是我女儿，那我问你，我的生日是哪一天的？你的生日吗？那是哎呀爸，我这个真有点记不清了呀。那我问个简单的，我今年多大了？你今年的话50多。哎呀爸，我忘了。那我再换一个更容易的吧。好的呀。我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？大叔，你说的没错哟，我就是个骗子啊，你做得很好。